又是牛排，到底吃了几盘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不熟。哦。突然觉得有点冷。超赞。餐包。有报纸吗？没有。刚店员已经开始有点惊讶了，我都再一份吗？鸡腿吧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吃个餐包。会不会太饿？没关系。那叫什么？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不是这个。不是啊。哦，好事多磨。味道太硬。
那是你小时候，我小时候没有。我跟你年代不同就对了。北海北极贝。北极贝。哎，你刚刚声音有点高。我要降低。你冷静一点。这个人开始吃牛排站，下一盘经过了漫长的等待。有一种淡淡的胭脂味，还不错。
夜市牛排里面蛮好吃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和吃全熟牛排的人吵架吗？因为他还在咬，他还在咬那块牛排，所以你没办法跟他吵架。最后一盘，你连续两盘都吃那么大盘？连续两盘，你说刚刚那种牛小排？哦，对啊，就你这两盘肉都蛮大的。好吃比较重要。它那个保温效果蛮好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点那个干细粉丢进去煮，这样就不会那么烫。好聪明！还是要配一个这个吃，要是它是冰的，我们要。看完。臭豆腐锅，加料多。